不上这个刀，有点难受。哎，我没注意我上的被动，兄弟，我这不真没看，真没注意我上的被动，我操，被他打，哎，把那个被动续上了，啊，玩不鸟了，玩不鸟了呀，兄弟们。嗯，不还行，我们马上就能依靠我们守城的优势去恶心他了。我们马上就可以依靠我们守城优势恶心他。现在血线已经慢慢又是我们优势了，少丢几个刀没问题的，主要是单杀他才是最关键的，单杀他是最关键的，兄弟们，下套电刑直接一套带走，做个眼。他现在压力很大，他觉得我还不动手。操，还是给他回去了呀，这相对来说有点难受的。不好追了，我说前面吃了个被动掉我血线了，不然难道游戏结束了？你们懂吧？就先推了吧。三白剑打这个感觉也 OK 的，三白剑打这个感觉也 OK 的，我要比他先六的，操操操操操操操！不是，对面蜘蛛前面帮他解线了呀，那我队友帮我卡一波线也不过分啊，兄弟们。啊，蜘蛛帮他解线，我队友帮我卡一波线过分吗？我操，这个好像要炸，这一没撞到。好甜。啊！我操！哎呦！啊啊！这 Q 空啊！啊！尴尬！我的！操！Q 切被移了。传统是被弱者的塔姆也没 Q 到，你们就不说，我没 Q 到你们就说是吗？塔姆 Q 到了吗？我请问。
好像他不开一击啊。小兵把伤害挡完了，为什么又出星虫不转转了？因为加强了呀，因为加强了。啊！我操了！这他妈的没有中啊！那个没有中那个 Q 啊！无语死了！好爽！本体双 Q， 瞬 game 爆炸！打 Q，